头一摆，我代替啊所有的台湾人去台中市向国民党挑战，啊，代言不惭，底下演讲，现场一两万人，听到五六天要去演讲，大家想讲，这个伫电台咧讲聊天顶的人，他会去插政治，无代无志走对台中来，嘿嘿嘿，来甲看嘛咧，所以啊。矮矮顶顶的人拢走来看，人遐尼济啊，我着上台，上台侃侃而谈，讲四十分，讲煞破声屁屁叫，但是我无放伊这個观众煞，恁大家要来听五六天演讲，袂使听白讲的，爱观看。要结束的时阵，我甲这個观众讲，讲今仔日。您来这听我演讲，一个徛三四点钟拢无去放尿，大家呢听甲叮叮落肚。你唔知影讲六天即首演讲煞对我真危险。这顶时啊，国民党这政治单位啊，会甲电话，哦，会甲糟蹋落。啊，我后壁一个保护，就是我这个家族，五兄弟三姊妹。拢爱靠五六天培养支持栽培，所以我的影响。唔顾话讲倒转来，一个人爱国需要，爱家嘛需要，人讲国家国家。所以啊，我甲迄个人讲，永远要无看。你若地较济，甲退一张，迄就千块诶。啊，若无一百、五十、十块也无要紧。吼，啊，阮有人赶人啊落，恁加减落。六天后摆才要来，啊！若无捐款，无瘾来啦。因为我的演讲时间真贵。哇！一个讲安尼啊，陈柏文赶紧叫迄个人入迄个纸篓啊、纸壳啊，五六个全落迄个人群中，大家就认好一千五百。啊，五六天就讲，哎、欸，一两篓哈，哎、欸，啊你咋一千块落来，搁退起换五百，哎、欸。兄弟啊，一千就一千，唔通换五百，吼吼，规场笑啊，足心塞，无偌济呢，无四十八万，这钱啊，公然可以台中市的启东博堂做经费，我本人搁甲捐五万，捐落民主进步中台中市启东博，五万块是陈柏文家提，家收的，所以啊。这个陈柏文以后三顿两月就请我落演讲，啊，我那评论拢人山人海，逐摆见啊落，迄落袂调的拢变会调，因为五六天的演讲有选票，台湾人拢认定五六天这个人，我出身嘛是山东人呢，我读册嘛是读甲真牛呢，我嘛足骨力呢，伫甲这回呢。唔捌开我过，三秒就开我，六天唔知影。因此制作这个节目，有生之年，这是我最后的遗嘱。所以，恁今仔日会当在电视、电台看到这个节目，听到这个节目，这是毕生之幸啊！尤其即马科技发展，啊，我一个上好的朋友，较早这个朋友是咧练空手道。兼在主流暗部咧做记者，或者刘欢明，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叛逆性真大诶人。伊对我未歹，啊，我对伊也未歹。啊，伫这个情下面，我要制作这个节目，干要找伊啊，找差不多一两个月，因为我已经离开伊啊，离开要到二十冬啊，离开遮久要相找，毋是遐简单。拄啊！一个唱书接到一个机会，伊卡电话，讲你咧找我哦。我讲诺，伊讲什么代志？我讲你过来才讲。所以刘方明啊，就过来，一个过来，我看一个爱笑啊，伊头毛留甲真性格，佮留一个三娘丝啊，吼、哦，人足性格，挂起目镜，不识得查甫囝的风范呐。但我甲讲方明。我想著作一个吴乐天黑白奖，这个摄影师啊，还有这个导演啊，我找不到人，
因为迄种足贵啊。哦，你叫职业的来甲你录这个节目，一集要甲你摕2万-3万。嗯，我透迄个经济，哦，啊，希望你倒下手。这个刘方民讲啊，您倒刚好，拄啊我有用，甚至啊，我阁有摄影机械，我这数位机好详细呢。我听了欢喜啊，讲哪呢？明仔载就开始来录。我隔3个月，顾中秋的翁阮先生啊，叫调查局甲抓，一个甲抓，甲号一个罪名，怎啊甲判7年？面滚顾中秋的翁啊，抓伊关7年。各位，这个政治塔无恐怖。这个政治你听起脚尾太袂冷，真侪代志无公平啊！所以恁这司法官，若要判白族案件，恁就得去判。有关政治事务啊，恁唔能空空白做。这时机会倒变啊，有当时啊，圆会变，变会圆。有一天局势若变，恁这敢判刑的？判政治犯呢？这法官，恁先得都未处理，人会报残的要冤。所以啊，我希望司法人，加这大官，恁爱记的，包括监察人，对这个政治案件，爱做相对的考量，爱做相对的研究，唔通用莫须有的罪名，好唔好要共开到啊肩胛头？予人一世人捡角，各位，选举已经到，还阁会掠真侪人，还阁足侪人会受灾殃。所以啊，恁这人若较巧的，大家都咪起来。政治无啥物人插，这个阶层拄啊到遮尔。所以啊，这边选举，陆天并无鼓励讲恁一定爱当和尚，但是起码很多。人无亲，土嘛亲，手巧我日无拍出，咱台湾人得哦，台湾人悠闲，台湾这本宪法一定爱遵守，如果若无守，人人都有罪。当时啊，这个立法专书是薄薄啊，你啊笨啊，到现在一个叫立法人安尼修法，增加法条，一本立法专书。这高，这大本几啊斤，各位，这个小型的国家、海岛型的国家，难道要遐侪法律来管吗？尤其其中有条法，这
安尼坏，所以啊，讲过趣味足济啦，讲未了啦。人客在遮听，我欢喜。来遮泡一个河洛茶，配一个土豆果子，配一个土豆果子上爽。我这是好味土豆，三零五四。啊，这个河洛茶，你啉清凉体会。这河洛茶一杯一百，甲恁赚八十。遐土豆果子一杯拢甲恁赚四十、四十。有诶讲，赚遐济，无赚遮济。伊是这个费用未起来，人员太济啊，所以大家旁就讲无见到位吼。讲台湾话，讲故事无人啊，我伊报地也有人，讲这个各国的现场啊，敢若剩我一个，我含辛甘命伫咧拼，准备要拼十档，伫十档的岁月，自故事讲话音频，或者聊天顶一出头到尾，有一个完全的结束。各位感谢你各位努力的，多谢。今仔日呢时间关系，到这过一段路，恭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大赚钱，谢谢。